心里的请求，请菩萨指示。请观世音菩萨指示。要是他不在就好了。学姐，你怎么这么晚还在学校？我睡着了。我也是。醒来之后学校就没人了。怎么会有这个？这不是人死了才贴的吗？地下组织，颠覆国家。 老师就是在这一带你们读书的。书包打开，再不小心一点，到时候还有机会发生重案。我的读书会出事，国家杀人！张老师也是读书会的。这是我辅导的学生，他闯祸了。你会在我身边吧？你不会跟他们一样？ 离开我的吧！继续升旗。事情到底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？不就只是看几本书而已吗？你是忘记了，还是害怕想起来？ 事情都过去了，就当一切没发生过，不好吗？